从前从前，在鬼岛宇宙，大正直家老了的一指完结，被欢乐颂带走前，曾站在水表前说过一句话：想看看各种奇怪的正史人物，他们都在鬼岛，去讨回你的税金吧。数十年来，各方势力不断征战，这些政治人物在鬼岛宇宙各占一方，国民党、民进党、亲民党、新党、时代力量、白色力量，各代表着不同的风向，百姓的政治冷感逐渐抹杀，人民的未来在黑洞边缘徘徊，唯一进化的只有柯文哲超进化，柯打压。我说这个吼，垃圾不分男女。马英九超进化，紫沃马黄，我都退了，还拉我出来。陈水扁超进化，扁威拉，这张地图不要破网。假两改。超级团地标狂龙，一心干斗一己人。我有一超进化，大黄东，我会把你打成99块。姚老三，缺电一合体，扶不起的小气。变威拉，紫沃马黄，合体。战斗死亡之握，功德神僧，缺电一合体，民主干化王，绝不承认业配，脚本随便乱做，干爹唯一要求就是要马赛克，最怕查水表的手游大作，四方等你来集。消费政治人物有赚有赔，持有前请详阅看守所说明书。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，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。